我觉得张小凡，其实我们最开始在前期跟导演讨论的时候，最大的一个点是张小凡的傻萌，因为张小凡是一个很单纯的人，包括其实我的造型啊，其实都能看得出来，他是一个很就是一个朴实，然后一个单纯善良的一个孩子。我身上的话，但后来演着演着，可能觉得也挺萌的吧。